主料，蛋黄3个，低筋面粉130克，辅料，白糖30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鸡蛋黄、低筋面粉、白糖，加白糖把蛋黄打撒，加上扩筛的低筋面粉，搅拌均匀，用勺子倒入烤盘上，放入烤箱170度烤15分钟，取出，放凉更脆。烹饪技巧，我调的蛋糊有点稀了，其实可以少加点水，第一次做没有数，不过味道还可以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